坚果碎与毛豆穿梭其中，兼具口感营养的咖喱饼是早餐的最佳选择哦。鲜味炒料和特调的汤汁啊，渗入蒸制软透的冬瓜块里面，余韵不断的在嘴里面围绕。身为警眷的秋霞师姐，不习惯婚后的生活，和师兄总是三天一小炒，是五天一大炒，直到加入了慈济之后才懂得包容和体谅。现在先说麦健康带来来欢迎我们这一位，他的师兄说你长大了，哎呦好棒的秋霞师姐您好。艾珍师姐好，全球的观众大家好。嗯，我看到你的那个资料里面，就尤其是看到这一段，师兄说你长大了，哎，这句话很温柔，感觉上好温暖，而且好多的爱在里面呢。是啊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走进慈济，然后呢，因为在还没走进慈济以前呢，可能就是会想说先生回来陪我们啦，先生是在警戒嘛，很幼稚。对对对，那走进慈济以后呢，他发觉到说我可以独立的，所以我长大了。过程呢，哎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请秋霞师姐跟我们分享。那么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？我做的料理是美味咖喱饼。嗯，好哦，美味咖喱饼。因为每天早上我们是不是都要吃早餐嘛？哎，这个是当早餐吗？对。那因为我们不让家人吃外食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呢，然后呢又很营养又很方便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叫做清蒸冬瓜。好，今天这两道料理呢，听说都是不会花我们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制作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喽。美味咖喱饼材料有面粉200克，毛豆50克。综合坚果50克，香菜适量，白芝麻适量。调味料有咖喱粉4小匙，白胡椒粉2小匙，清蒸冬瓜。材料有冬瓜500克，素火腿200克，香菇4朵，毛豆200克，香菜50克，九层塔50克，调味料有冬菜粉1小匙，酱油膏1小匙，香油1小匙，太白粉适量。我们现在就是把面粉呢倒进去。好，随便什么面粉都可以的。对，亲爱的师兄是那个警察，是，他是以前在哪里服务的？他在消防署退休哦，对，现在退休了，退休了，也是前职的慈济人哦，好棒，好幸福。那对，那因为以前我也是不会做饭，好啊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说我每天都可以做饭给家人吃，所以就，你以前这个说嫁给他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小姐谁会呀？都嘛是嫁人之后才来学呀，可是消防他是属于消防警察哦，对，他是在警戒，然后后来转入消防，很忙哎。他以前是一个侦查队，当一个刑警，刑警也很忙啊，对不对？那消防更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几乎就是都要值班呐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不体贴的哈。其实我嫁给他的时候呢，他是一名就是警察人员，然后呢因为生活不正常嘛。那那个时候你后悔了吗？后悔啊，我一常常刚结婚的时候我不习惯这样的生活，所以呢我常常告诉他360行什么都可以做，为什么要当警察呢？哎，小姐啊，不是太太，你嫁给伊的时阵，伊都已经是警察呀，对不？还要嫌人家为什么选这一行？可是我不知道是这样子的，
这样状况。我知道有这样子一个职业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家庭，他的太太必须要过这样的生活啊。嗯，所以其实所有的警眷都一样，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娶我，他没有先教育我啊。他怎么能说说了你就不嫁了？是不是？嫁了以后再来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把它调匀。对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警察为我们服务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他的背后其实牺牲了家庭生活。这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芝麻。好，锅铲芝麻。过来，这是对咖喱比咖喱，哎，差点忘记了。你这是对嘛？今天的主角，这个加下去好像我还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，很香哦。你看现在闻就很香了哈，已经香味都冒出来，而且漂亮了，颜色漂亮。所以每天早上自己把这些材料放下去，对，就可以。哎，其实这算是媳妇料理嘞。是啊，只要是有现成的菜，是不是都可以？其实对呀、啊，那因为我加上了毛豆嘛，毛豆有很多的营养，它的蛋白质很丰富。啊，对，好营养。对。然后要开火吗？刚刚我们加的坚果嘛。对对，那坚果是不是也很营养？对不对？只要再加一点菜，加点香菜，啊，它颜色会更漂亮。哦，更漂亮。嗯。麻烦你帮我们加油，这样够不够？你来，哎，你喊人家，这你自己特制的锅哈，不是因为平常哈，嗯，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锅，今天还带私房锅来，对，习惯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这么厚哦，嗯，所以这个一个锅就可以烫一片，对，这个这么厚，它要煎很久吗？你不会，它很快，没关系，我们剩下的就好。那先这个先放到旁边去，给它等。然后这个呢，不用管它喽，就不用管它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做，下一道其实都已经切好了嘛，是啊，对。那这个同时也可以让它去，这个要顾吗？我要顾它吗？这个我火可能不要，因为刚开始先大火让它。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要太大的火，怕它会焦掉。焦掉，不用盖盖子哈、哦。不用盖盖子，就让它煎熟就好了。因为不要盖盖子，它会酥。哦，才会酥，盖了盖子就不酥。对，它有蒸汽嘛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然后你那个另外一道的那个是？对，清蒸冬瓜。冬瓜，冬瓜要怎么处理？好，冬瓜我们是不是要先去皮嘛？还有去籽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就是用这个冬瓜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现在就是。我们要吃当季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当季呢它都不需要农药，好，那还有就是说冬瓜除了煮汤以外，然后就是红烧嘛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今天我们用清蒸的，它清吃起来很爽口，而且呢冬瓜呢你常吃，你一直煮汤或是你一直那个红烧，吃久了也会怕嘛，那有时候你用不一样的方式哈，我们去皮以后呢，我们把它切一块，再切一块，对，好啊。你切的时候，你再跟我讲故事啊。那你那个时候，你们家的那个亲爱的安娜达，她忙着做警察，然后不能够叫做不陪不回家吃饭，不回家陪老婆，不回家睡觉。那你一定敢欢，你一定有欢，对对，只要他回家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什么行业都可以做，为什么要当警察呢？哪有做说这么温柔？现在讲什么行业都可以做，为什么要当警察呢？對，我还如果这样讲就很温柔了，好吗？那以前不是有很大本的那个电话本吗？有那个隔一段时间那个就他就会换一本放，里面是不是职业相当多？我每天就是去换那些，看有没有什么职业。你想要帮他转行？对哦，哎，还不错呢。那他有同意吗？他没有同意。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走进实际，没有正知正见哈正念，所以呢，我常常会帮他算命。我说他做什么行业好？对对对，有去算过哈。对啊，常常算，他常常算。那算命先生说他适合做什么？啊，每次算走到哪里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带官印啊，做官做警察。”带官印。对，你讲这人做警察做军人，足嗨。所以这一间，你刚刚在讲，常常帮他算，就是说，这个算命的说他适合当警察跟军人，是，吼，不准，你再换一个，马西赶快，对，这个人适合做官，算了十家，十家都这么说。
好好笑哦。结果有放弃去算命了吗？没有放弃，还是继续算。对，哦，你这到了走进慈济，我才心才整个定下来说接受他吧。其实没有啦，在后来呢，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后来我就讲到说，我应该，他是国家的，他是社会的，是老百姓的，他不是我的。请问是结婚几年你才想通这一点？结婚几年哦？我先生其实坦白讲，他很认真，因为我嫁给他是基层严谨，一线良心哦，好辛苦、哦。那我只有看到他一年多是穿着制服。再来他就是当一个便衣的刑警哦，他是便衣哦。对，那在这之前呢，他们只有一天的轮休跟一天的夜宿。哎，其实很，不只是说那个抱怨他没有陪伴你，更那个担心的是，因为怕危险，对吧？对，然后不是，那后来呢，还有后来他当刑警的时候呢。那时候的刑警呢，天天身上都要佩戴枪。有啊，那一定啊。那一旦有命案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不在家，所以我们会担心啊。当然，真的会担心哎。哎，现在呢也不能大火喽，因为哈冬瓜里面哈它很淡嘛，那我们要让它入味。嘿，所以呢，我加了我们的净湿无雾哈，加点那个。加点什么？冬菜粉。冬菜好。冬菜粉，让它调味。净湿无雾的冬菜粉。是。对啊，它就会那个让它腌一下是吧？不用，直接就去哦，直接就去煎，那个蒸蒸对，蒸了20分钟。来，我们给大家看，来，我拿挖盘过来，你是讲这已经吹好了，对，已经蒸好。但是冬瓜是不是蒸了之后会产生很多的水？有，就水水啊。对，那水呢，流起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把它勾芡用。这一碗哦，高汤嘛。那现在呢？我现在可以吃一个没有那个的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你就要起锅了。我现在要切。好，来。好，这好啊。它清淡哈。光这样就已经很好吃了。很好吃的哈。厉害厉害，不错不错。而且它吃的百吃不腻呢。然后这个呢就。我们好，再用小火，对，小火把它煎一点，它会比较酥。好，好，你就让它这边煎哈，然后你这边切，放切这些配料。那其实，陪伴这样子的一个警察先生，确实有很多的辛苦。那如果面临到自己家里面，像孩子啊，功课的问题啦，或者孩子身体不好，感冒一下啊，这种完全真的是他也帮不上忙啊。对呀。都是靠太太自己一个人来面对了，对不对？他一直到进入了慈济，了解到其实要善解了。对，善解先生的心很了不起。他让我们有一个慈济警察建署联谊会啊，所以你现在也是承担慈警会的工作。对对对。我需要油。后来是先把这个香菇丝爆香。好。好，来。好。好。那我把这个。把它加下去，再放下去。所以说，后来参加慈济警察联谊会，然后一起共修，其实大家就变成都是眷属啊，都差不多的。对，是因为有慈警会嘛。那因为我们就走进派出所去量血压，帮其他警察服务啊。对，当我去量血压呢，我就了解警察的生活。你在那个之前都不了解哦？都不了解，从那时候我开始很忏悔。就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你对他的态度变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以前我们不了解他的这一份工作，养家这么的辛苦。是，结果现在你，那也进来慈济呢。我看到那本《五指西瓜》。哦，季妈咪的故事。对，那我看到那个上人跟我们讲的五辈父嘛。那我没有一样我做到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那这个毛豆哈，我们一样哈，要穿烫锅。好，烫熟了再炒比较好炒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可以的。好，那我要把你的冬瓜交给你来，你先要勾芡嘛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是刚刚用原汤。对，哦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冬瓜汁太棒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因为呢，我们让它有一点味道哈，我们加一点点的。那个，因为刚刚那个也没调什么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
来，这个要勾芡的话，你是用什么勾芡？不用太好太白粉。那我们再加一点点的冬瓜，冬菜粉。好，好，好，刚才用太白粉放这里调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多少？这样够吗？应该不够，自然，因为冬瓜它会生水，所以我们的芡呢要把它浓稠一点。哦，这样子，好，来。你那个脸色变好看之后，你们家阿娜达有没有吓一跳？应该是有吧，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我们谁怕谁嘛。那走进慈济以后，我看到那个五倍富啊，我觉得说我没有一样做到，我就觉得很忏悔，我开始学那五倍富。我就拿书看，画重点，然后就学习，然后呢开始学谁比谁更爱谁。你老公应该会觉得很害怕吧？对，我太太怎么回事？后来他有了解了，了解，因为你是在慈济学习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，应该是有，所以他就帮我渡进来了嘛。他也跟着进来了。对，哎呀，现在你看多好。所以，当你的先生跟你说那句话，你长大了，那是什么感觉？好甜蜜。说这句话那时候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帮先生赚钱，忙于事业。那因为我担心说我，而且他那时候不让我出去工作嘛。那我担心说他也不让我参加活动，不让你参加慈济。对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我回去告诉他的时候，他没有骂我，还跟我讲说恭喜你长大了。吼，光听到这一句吼，就觉得说吼，哇，甜蜜的哦，吼，哦，好好，我们全部把它弄下去。好，那么这一道菜是好了，对不对？再把芡汁勾上去就好了。是刚刚冬瓜的盐汁，再把它渗进去。你看，好清爽，好好吃哦，好赞哦。哦，对，那我们这个呢是九层塔。嘿，哎呀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，今天这两道料理呢很清爽，但是里面又有好多好多爱的感觉。你真的长大了，感恩你哦。谢谢，感恩。美味咖喱饼做法是取大波，加入面粉、综合坚果、毛豆，适量的水拌匀之后，再加入白芝麻、咖喱粉、白胡椒粉、香菜，搅拌均匀来备用。起油锅倒入面糊，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清蒸冬瓜，做法是冬瓜切块，加入冬菜粉之后蒸20分钟，盛起铺在盘底备用。香菇素火腿切条备用。起油锅爆香香菇，再加入素火腿、毛豆炒匀，倒在冬瓜块上。另起锅加入冬瓜汤汁，以酱油膏、冬菜粉调味，接着用太白粉水勾薄芡，淋在冬瓜上面，撒少许的香油，再放一些香菜，九层塔点缀就可以了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嘉宇我呢，现在就在台北关渡园区的岁末祝福现场哦。哇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后面啊，师兄师姐所摆出来的阵势啊，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活动啊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圆满啦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就在我们这活动进行的同时呢，有一群人啊，他们也在这厨房啊，正在忙碌着嘞。现在我们就去拜访他们。毛毛细雨把关渡园区洗涤得更加清新，参与活动的民众们呢，陆陆续续进场，工作人员们啊，则是拉开嗓门热情地接待。为了这一年一度的岁末祝福，看得出来啊，大家都是卯足了全力，包括这厨房里的相机志工。志军师姐，你说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？佳宇啊，我告诉你哦，今天哦，
我是我们淡水和气的称淡工作人员的午餐哦。是哦。对啊。哦，那这样子你要端出多少的好料出来嘞？我们预计四菜一汤。这么澎湃哦。是啊，因为你工作领完，您就辛苦，嘉颖，跟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加入行列好不好？好，我就等这句话，我都已经传好了嘞。安尼吼，哇，你赞，来，安尼来去，好，来。厨房里有轰隆隆的蒸汽声、切菜声、锅铲的敲击声，是此起彼落啊，好像是来到了战场。难怪师姐说啊，扛大秋呢。我们常在说哦，一个活动最重要的推手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而所有工作人员的午餐啊，通通由他们一手包办，不仅要让大家吃饱，还得要吃得满意。这样的胖哦。我们今天因为天气太冷了，你看吼，师姐真贴心咯，他们都用咱这个米线羹，让师兄吼，先暖暖胃。在外面，他们都在外面是执勤的啊，所以讲因来加了饼，按那个心里面就暖出来了，然后大概安尼，更有体力来付出这样子。热腾腾的小点心，适时的让大家弥补了元气。接着还有重头戏，午餐。这可不只是准备的量多而已哦，为了不延误活动进行啊，厨房里也得承受着时间的压力。金凤啊，咱好爱感相机菩萨，大家要感恩哈。咱我们今天预计10:30就要全部都要完成了哈。所以讲哈，要大家加油，感恩。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呢，工作人员的午餐准时顺利的出餐喽。瞧瞧今天的菜色啊，有烤麸花瓜、红烧高丽菜、炒芥菜、卤白菜、萝卜咕咕汤，每样看起来啊都是那么的可口，光闻到这香味就让人肚子咕噜咕噜的响，好想赶快开动了啦。菜色营养师讲的五行什么都有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都有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去玩？哦，去这个，我刚刚有吃那个点心，那个面线超好吃的，所以又吃这个。那这个，这种天气吃起来暖乎乎的。这个菜色非常的满意啊，人讲哦，有够腰啊，得有够好食啦，啊，真正有够好食，敢问咱乡亲几位，现在是乡亲。这种天就是就想要吃一碗热汤，然后本来温度10几度，然后马上就回温到30几度，吃在嘴里然后热在心里头，感觉特别的有温度的感觉，吃下去觉得心里暖和，很暖和，是工作人员他们非常的用心，吃起来就好舒服哦，尤其在这么冷的天气，尤其跟这么多的华侨一起来用餐，就是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当下。辛苦绝对是辛苦的啦，但是身辛苦但是心里是欢喜的。感谢他们在闷热的厨房里忙了好几个钟头，做出了令人食指大动的料理。所有的辛苦，就在看见大家食物入口之后的那种满足表情后呢，全都化成了喜悦和幸福。